我家老头子给我买甘蔗去了，我特别喜欢吃甘蔗的，真的特别喜欢吃的。我也不知道是甘蔗是水果还是什么东西，但是特别喜欢吃。我今年吃了有十几颗了哈，因为特别喜欢哈。甘蔗哈，老公买了两根，哎呦，太沉了，便宜呀，不贵哈，才30块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妖哈，今天就特别想吃甘蔗哈，我老公就给我买了两颗甘蔗，30块钱，不过买的还挺便宜的哈，因为我上次买的一颗就要30多块钱呢，那一颗不过可能比较就是长一点那一颗大甘蔗，然后可能重一点吧，就比较贵一点。我特别喜欢吃甘蔗，我嘴里面就已经有的都磨出血了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吃，我今年都吃了有差不多有将近20颗了，20颗一颗20多块钱吧，20颗都500多块钱了，吃甘蔗吃的，我天爷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哈，就特别喜欢吃甘蔗，而且每年冬天我真的特别能吃甘蔗，我就是一天饭都不带吃的，就一下子能把甘蔗吃完的那种。哎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这样的，人家说吃甘蔗可能不太好，容易得那个什么糖尿病啥的，我老公说我就别得，就以后别得那个糖尿病就行了，所以说哎呀，怎么说呢，还是少吃一点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特别喜欢吃甘蔗的呢，可以评论下方哦，拜拜。